七分，加上半场目前累计十二分了。哦，阿吉这次的出手看起来像是一个火锅啊，但是苏伟被吹了犯规，啊，相当不以为然。扳球你都没吹耶，吹就哇！我觉得手是没有拨到，但头部的确有一个接触了。哦，啊，对啊，他先扳球你不吹，然后吹那个刚进过犯规也是一样。哇，手印蛮清楚的，是。尤其这一节目前单节六罚五中啊！哇哇，两个裁判的判决不同吗？外围裁判判阻挡犯规，但底线裁判判进攻犯规。外围的裁判是没有第一时间比一个进攻犯规，但他是有比一个犯规的动作，所以。I first, 17, 所以东裁判也是先说，是给了新特利的犯规啊。对。辛特利也四犯，其实上半场他跟小夫也是各吞三次犯规。对，啊，这一来一往，其实最后的结局会差得有点多。今天这组裁判。